亚视冇得选特首，强政励志，乜都靠马后。亚视玩命之作，我要做特首，听日就出街啦！台前幕后出尽全力狂攻，普选拖下线。除咗爆笑 trailer，仲整一条大 banner 放喺红隧九龙入口，点知广告公司居然临时要佢嚟抽起啊！好大打击，好大打击啊！我觉得嗰个打击系在于佢完全冇理由、冇道理讲咁噶喎，好似完全嗰样嘢好唔专业同好粗暴咯。佢话个节目纯粹系 talk show， 绝对唔会要曾荫权下台。即系会唔会系话呢啲人因为见到我的样子，即系系咪会吓到人嚟撞车咧？咁可能系咯，我唔知道，可能啲人见到啊。见到阿糖糖个样又会撞车，听讲话 banner 上面呢句同呢句出事啊！我要做特首，我要做特首。胡欣威话：如果收视有咩影响，一定向广告公司追究。广告公司就话：广告过唔到内部审查，纯粹商业决定，冇政治考虑。我要做特首。